各路名驅，速度較勁。約翰摩亞旗下的喜年掌聲，上將勇奪千龍米董事杯冠軍，今次宿情再戰，誓要取得一級賽連捷。五歲良驅壯士飛表現穩健可靠，呢匹應屆千四米慶典杯盟主，能否喺夜馬路程重敲勝鼓？香港速度系列次关千四米国际一级赛女王银禧纪念杯，2月26日沙田马场。